姐姐，那你帮我一个忙吧，一会儿呢你就知道他真心喜欢的人是谁。干嘛？哎，放手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你神经病啊！你姐姐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助教，他泼我水。不是我。如果是因为白天篮球场的事，那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就是单纯的想给助教送瓶水而已。姐姐，你不至于这样吧？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。这位同学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她说没有就没有，我相信她。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，那我还给你。走吧。你刚刚为什么倒自己水？替你解围啊。那万一就是我倒的呢？我相信你，你不会的。表现不错。